新闻继续要关心的是，埔主市公所在埔主国小举办的100年度埔主市模范母亲代表的表扬活动，是透过囝儿亲手奉茶，和新来妈妈来表达囝儿心中的感谢。妈妈辛苦影片一播送，台下就有人目眶红。这就是埔主市今年度表扬模范母亲的活动现场，随后也进行着子女感恩向妈妈跪咧奉茶的仪式，现场充满着温馨的气氛。埔主市长王如金表示，今年度27位接受表扬的模范母亲拢是个人力来推荐，其中6位是超过80岁的模范母亲，伊拢在囝儿孙陪伴之下来欢喜接受表扬。而特殊的是大乡里的陈建阿妈，伊的翁婿含第二后生拢已经过身。伊第二后生的太太也离开，陈建阿嬷是身兼着爸爸妈妈的身份，将三个孙带大汉，你精神是使人敬佩。孔子讲哈，有讲过啊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咱欢喜的，就欢喜讲啊，咱的爸爸妈妈哈啊，当退休啊，咱的啊所啊较幼稚的就讲年龄哈，哪来哪大。需要咱只囝儿时势吼，搁较用心来照顾啊，所以讲啊，咱不管伫外口面咧食头路诶，啊是他乡啊游子啊吼啊，希望讲伫母亲节啊，咱平啊是讲平常时啊，咱来倒来斗啊，咱妈妈来看一下，啊是讲拍一通啊电话来关心一下，因为伊非常诶辛劳，社会来进步来快乐，为妈妈诶笑容来看会出来吼，啊嘛真感谢咱公所。每一档的活动内底，也为着要庆祝这模范母亲的表扬吼，啊，伫这场地啊多样的变化吼，啊，真当差的今年无差吼，啊，佫有一个领地吼。这场埔主市模范母亲表扬大会，包括馆长张华官、埔主市代表会主席黄基全、民进党中执委蔡义瑜，也到场向在场的模范母亲贺喜。这是我们客家红埔主市采访报道。